价值2000块的翡翠岩石，切开是什么？来，咱们仔细看一下，这是一块蓝鳍长口的翡翠岩石啊。这块料子玩点就玩在什么呢？有两条色带啊，一条色带从这里啊贯穿的，然后另外一条色带从这里啊，然后这里延伸过来啊，延伸到这里。然后咱们看一下啊，这块料子就是我这个色能不能在里边化开啊？同样，这块料子有大多的这个险，也有可能会吃进去，真的是一个生死局啊！这块今天是个生死局，咱们打灯看一下，有色的位置的话打灯有水头，然后其他没有色的位置打灯的话，啊，一点水头都没有，非常干巴啊，挑战性非常强。OK， 咱们不讲故事，不吹牛，直接开启。俗话说一刀穷一刀富，这块石头已经切好了，咱们仔细看一下，开啊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色吃进去了，外边一条色带啊，色吃进去了。常言道龙到处有水，意思就是有色的位置啊通常种水比较好。咱们打灯可以看到有色的位置啊是有水头的，但是很可惜种不够啊，如果种够的话，这些位置是可以抠一些满色的小耳钉啊，这些是吧，这些没有色的位置啊就没有水头，最大的问题就是险全部吃进去了啊，很可惜。 OK， 石头有风险，请大家理性参与，我是大鱼，喜欢翡翠关注我。